我代表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，代表全国各族人民，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。谢谢总书记，谢谢全国人民。天上的网和地面的网是连成一体的。有了这个WiFi 之后呢，航天员呢就可以和地面的人员，甚至是他们的家人进行沟通，可以进行顺畅的沟通和视频通话。我们的太空家园很温馨，很舒适。我们对完成好后续任务充满信心。